哦，这种范儿不对，你一定是肩起，肩起，就是你的习惯，它就是那个范儿。就是这种感觉，啊、就是这种感觉，感觉到了没有？就像这样看，看看往那边，头也要走，哎，这边顺一点，我感觉这边顺一点，放地上去，下翻，太野了，你来练练不？玩玩呗，就这个简单，先这样。哎，对了，你就练这个先，你先来，你试试呗，你玩一玩，玩不起来，没有，你就这么滚一滚嘛，你就这样，你就想这样。就侧着在床上滚一下，对，侧着这样，抱腿滚，咦，哎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这种感觉，抱腿要抱腿，就在床上跳一下，咦，它更快，就这种感觉，没劲儿，但是我，咦，啊，嗯，但是起手的时候还是有点，就是不干脆，这个范儿是，啪啪一走，大这种的。哇，嗯 ，OK， 挺好。一松就有点像撅屁股，这种感觉了。哎，好的，哥不是最近练那个踢腿转体嘛？然后我之前正好练会了，然后我就准备过来拿垫子教哥，但是因为在拍摄，不让铺开，所以哥就教我他学会这个侧团，它是类似于跑酷的技巧。Cool。